然你看我们在用那个，对，都会很怕说熊赫型，真的是电子烟，这个一分钱一分，对，真的有差，真的啦。所以我就说，你要你用。不是有那个铁的吗？这不用用铁的啦，这个要冰哦，这个都要冰，这个都要冰。对，所以现在接下来就是糖比较难。对，我稍微会先把它压平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擀它嘛，所以我会先把它稍微压平一下，跟面包一样。然后呢，再拉差不多一样的长度。好，然后你这样子，稍微也压一下。好，因为这样你等一下比较好擀开。好，这样之后呢，就可以拿去楼下冰起来。所以你这个可以先放旁边，好，然后呢继续做，就是把它分完。所以大概分三个，我觉得大概分三个会比较好。而且等一下这一张拿起来以后，你在擀面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拿它当擀面，就不会它也不会粘连到上面。好，这样。虽然它变矮胖一点，可是因为它太软。哦。对就可以了，那就是剩下的就是直接用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样这个形状。中控。完了太晚了，所以你那个客人说这个要提早定做，面包是比较快。对啊，而且面包可以让他们做造型。你这个饼干已经好了，就饼干一样要刷蛋液。好的，来先那个好的部分我们先帮他刷，你试一会。还要用？继续烤啊，因为面包已经烤出来。还要蛋，还要用蛋液。要用蛋液。我会把你的那个毛毛拿来咬一口，弄多多。你说写在我们全年级的部分，到时候要不要买一个刷子比较快？就是要买。我以为我们有嘞，竟然要做烘焙，怎么会这些东西都没有？
没有，这边是缺什么才会去买。因为其实没有，其实我们没有，因为我们不是专门的，我们不晓得要买什么，我们就说哦好，老师有说要弄什么，所以才顺便买，对不对？之前都是煮东西的，烘焙的东西比较少。嗯，所以烘焙的，我们比较早在做，对，都煮东西。哦，玩是专业的，割的很好，割的有点变色，真的。所以是要让它变色，啊，我没有，就是没有变色，白白的面粉。哦，所以里面有加蛋液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也可以，而且它所以那不是固定一定要的。然后那边，它就会比较香嘛。